为了培训童军教育领导人才，强化嘉义县童军教育能量，嘉义县童军会23号起到26号，伫县立永庆高中举办中华民国童军国家军训营第97期辅导人员募奖训练。县长翁章良、新兼嘉义县童军会理事长24号到场慰问所有参加的学员，并且盛赞各级干部精湛的领导甲付出，和童军运动持续的发展。童子军国家军事训练营主持人吴正宏、馆长翁章良和学员作为穿过道心门，佩戴领巾，代表着训练当中要放下身段，融入团体。这次训练活动的目的在于增进教官童子军教育师资教学的技能，配合教官中小学教育革新，落实综合活动课程的推动，以促进教学正常化，提升童子军教育的功能，并培养社区童子军团义务辅导干部，提升甲学龄。过去啊，伫咱啊嘉义县啊，这个教册也是做校长的啊，回来当辅导员，来辅导这些现任的校长或是后任校长，大家一起来接受童军训练。啊，我想啊，实际上我们在小时候，大概对日行一善啊，所谓的智仁勇三达德，我们都啊耳熟能详。那个就是童军的啊信条，也是童军的啊这个啊行为啊的要求。那所以整个嘉义县啊童军的训练，那不像过去以前那么热烈，也那么样的茁壮。那所以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强化这个童军训练，把童军好的精神，跟团队合作的精神，跟领导统一的能力，让我们的孩子拥有这样的一个童军训练所带来的能力。馆长翁章良表示，嘉义县的童子军活动无像以往遐尼侪人来参与，但是伊希望未来让更加侪的教育人员、社区领袖以及家长来了解童子军教育的精神，是推动童子军教育的首要之物。也期盼来参加受训的学员，将受训的心得落实在学校和社区当中。世新新闻蔡文彤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